万事万物佛知道，菩萨知道，你知道，我也知道。那为什么现在佛菩萨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？佛菩萨不迷，所以他知道。我们呢，迷而不觉，所以不知道。什么是迷呢？起心动念是迷。啊，我们看到桌上这些水果，这是觉，动个念头我要吃它就迷了。如何做到吃它不动念，那就高明。所以修行在哪里修？日常生活当中修，就是修个不起心不动念。这修定，定生慧，智慧自然现前。所以东方人重视定，就是清净心，这是修学的核心。只要你心动，你就没办法，你就迷了。一切时一切处求心不动，不动是真心，动是妄心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用真心的就叫佛菩萨，用妄心的六道凡夫。